Inner King 马基。好，我哋要 keep 住合埋口。系。向下，未必控制到個嘴，未必控制到個聲音。即係教緊一個音啦，跟住我就跳到第二個音啦。但係阿鳳Sir都未掌握到第一個音，我就會有時候跳翻去，佢咁樣嚟遷就翻佢啦。Snare 啦，咁我聲係。這個是很難一表面的。自己表演怎樣？自己覺得麻麻啦，因為主要都是病緊啊，咳得好犀利，咁啊個人好攰。咁啊，盡咗力嘅。之後再送翻入去，係啊，做翻呢個嗱做翻個細啲。即是表現得不好，那我都盡力去試，那你問我，我自己盡了力我就無愧的了，但是真的影響到即吸收能力啊、表現啊各方面。鳳Sir的表現其實是十分之好的，因為不要說什麼特別，因為他是老師，我就會是這樣說，其實你對的有沒有錯啊，這樣來告訴你，我就會這樣的。但你的嘴散了就中了，佢錯就會即刻同佢講啦，啱我同佢叫佢你記住一個方法嚟練習啦。口型係冇理得冇問題啊，但係仲有聲呢啲會再慢慢再進，有少少開心啦，因為真係你要試過去認真用一個鐘嘅時間去教人啦。其實佢我覺得佢教得幾好嘅，佢好盡力教啦，因為我吸收能力啊表現都。各方面都比較弱少少，就希望佢繼續努力，唔好放棄啦。我真係望到佢，佢識我，唔識佢啦。